哇，民生社区两户打通，但是要打要付贷款，那一个月贷款多少？一个月贷款然后八万，八万，对，快十万好像。两户的坪数这样是几坪？不大哎、欸，就是大概100这样，三十，因为它是含车位跟就是还有一些空间，对，对，两户加起来30。就是它含车位，然后所有这样30。哦，然后大概3000多。因为我是挑高3.6米，那、我没有做夹层。因为这两年，就是你知道，台湾也只有看真的在看直播，只有大概600万人口左右。那所以这个要转一个形态嘛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说，就是用电商这种主播大赛，那可以做一些短视频，然后就很多方式可以让你自己的专业变现。对，所以我就很推荐大家来，因为我身边很多没有念书的朋友，那我把他们拉进来，他们也是赚得很开心啊。买房又动卵，是一定要结婚了吗？没有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我本来想说不动，但我妈就是。就我妈就60岁大寿嘛，然后她就一直在讲说，她就生日愿望就许了两个，还有我很无语，说然后结婚生小孩呀、啊，我女儿，然后一直跟我讲说，就是我阿姨他们啊都生了很多，还她都当阿祖了、曾祖母了，她都没有，然后我就好吧，那我就是有诚意一下，就是想说啊，我先去动个卵，她就开始这样。是有去验啦、就是正常，对，还有卵。所以现在有对象吗？对象就是，希望之后再跟大家聊聊。今天先别聊了。认识啊？是有的，现在是有办 ING 还不方便公开、现在、还在考虑当中，对对对，有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但考虑当中。圈外，暧昧中就对了啊，就之后再跟大家聊。我们今天还是在，你之后会不会就直接说你结婚了、吓到了、我也不晓得、有可能不是因为这种东西很难讲，对啊，就希望不要再遇到一些我不容易。